在上面。原来我不知道下面有这个，就是这个飘洒的地方。然后，因为今天早上来彩排的时候，就只有前面这样一点点。然后我刚打招呼，不知道原来上面可以站，然后上面也还可以站，上面的后面，然后旁边那里还有人在野餐，然后很多人很开心，而且这个场地回音很大，所以一尖叫啊，一掌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欢呼声好像是乘二。说要唱一些比平常比较少唱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记得我好像是那个我的第一张专辑叫做《甜蜜生活》，《甜蜜生活》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0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那你们知道我刚第一吹几年吗？14。这张《甜蜜生活》专辑已经发行10年了，然后我想要唱收录在那张专辑里面的歌，哎，对吗？应该没有记错。好，这首歌很短，很小，可是很感动，很适合今天就是大家坐在这么近的距离一起听这首歌。这首歌叫《啦啦啦啦》。